今天早上家里做这个给他稍微刮一下这个鼻尖，然后给他整理一下，不然是凹凸不平的，在里面会出血。等下午出去，刚才就前两天放了那个饵料坑，今天下午准备过去给他那个看一下。这个用腻子给它打平一下，不然凹凸不平的，整个房间也不整洁。这个凹凸的先给它补起来，不然没办法。现在这边是早上洗的，现在这边给它抹平一下，腻子打上去抹平一下就可以了。因为下午要去赶海，然后现在就坐到这边了，先停一下，这腻子给它打一下就行了，给它打平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全。然后今天下午又出来赶海了，现在差不多4点多5点吧，啊，赶紧给他抽了，怕等下直接来不及。今天早上不是在家里刮钱嘛，刮腻子，然后还没刮完，明天早上还要再刮，下午比较晚出来。我们先给他开杆开抽，这边好久没过来了。这个坑前两天放了饵料进去，然后今天没办法，不然今天提累的都不捡出来。不过没办法，饵料放了，不过来抽怕被别人盘了，我们开抽吧。怎么这么多啊？小脚的，是不是遇到鱼群了？那边都，整窝都是。这边也是。哪里？那边，这个石头那边，你看。哇，都是。哇，这个土库鱼爽，这个土库鱼这么多，就是感觉个头有点太久了，真的遇到鱼群了。哇，这边也有，那边也有，哇，好多、啊。给他减鱼群度。这个是不是弄到他老窝了？你看那个只在那。哪里？那里那个，对，头上那个石头，看到没有？那只，你看这个，看到。等一下，我先看。这可以呀、啊，哇，都是土库鱼啊！来，你下来帮我一起抓，快点。戴个手套，来，手套我给你，你要看一下。来，我不会手套，慢慢一起抓一下。用手套，我可以呀，我天天出来，我们天天赶海的。我先抓这只八爪鱼。八爪鱼啊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我这边螺给它接。哎，八爪鱼不怕，它不咬了，是不是？哇、哦，这个可以呀、啊！我以为打了两个。哇，这只八爪鱼哦，一口爆，可以。你们是回家自己吃吗？这个这种的不自己吃，这种的它那个盐市场有收购的，这种的。是好像是5块钱还是多少？给他先点。这种是什么鱼？哪个？哦，那我看一下，它这种有两种。哦，这个是那个叫什么？陆湾三公主吧。它这个也跟美人鱼差不多，它叫三公主。你们一般什么鱼不要？小鱼仔我们很早抓，不过这种能买的肯定抓，就要抓回去了。这个坑我好久没过来了，好几个，好像有一个多了。哎，像这种的你们肯定不要啊。哪种的？那个不要，那个你也小心一点，被扎到很疼的。
那个是我们这边叫臭肚，也有叫那个柠檬鱼的臭肚。嗯。等一下，等等，等几杆了？有好几条花花的，这里。嗯，我今天不是抓鱼，感觉，哎，那边那个，你后面有一只。哦，这里，哇，这个别丢，这要是拿到岩石上去，漏掉一条没抓回去就亏5块钱了，啊，抓回去就多赚5块。哎呀，哇、哦，哎，这个是猫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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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可以，这个、小小的也可以拿回去。拿回去一顿可以的，给他走了。啊，等等，你说差不多了，我给他关掉先。哇，今天真的遇到土鱼窝了，打了两天，我以为怕没什么效果，又一条。哦，这是八爪鱼啊，又是八爪鱼。哇，你眼睛比我好。啊，我还没说这只就是我的了。哦，那你眼睛比我好多了，我都没看到。这八爪鱼可以，八爪鱼可以。嗯，给他走了。嗯，没事没事，八爪鱼不咬人。哇，这里面条鱼仔挺多的。啊！不咬人，不咬人，别怕。吸我！啊！哇，这很厉害的。啊！好可怕！我操！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怎么？哦，还有一条漂亮鱼。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是漂亮。哦，这个是美人鱼，这个不是那个张公主，这个是美人鱼，这个漂亮。哇、哦，这里面真的遇到鱼群了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。再认真找一下，没有就回去了。今天太累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捉获吧，找了一圈也没获了。哇，这个今天遇到鱼群了，我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16条。然后我看16条，一条5块钱，16条就是多少？好像80块。我今天反正油钱是有了，赚了一点点吧，可以不错。遇到鱼群的效果就是不一样，这种拿去卖给他们那个岩石场那边挺贵的，一只好像是5块钱还是6块钱，我给忘记了。然后两条漂亮鱼就送给我朋友去腌了，然后还有两只一口爆，就给你的是这一只，哦，给你吧。他一抓起来他就转圈圈。那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吧。然后喜欢大全的，记得帮忙多关注点赞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拜拜。